有火热的心接棒我们的撒们。我看见我们每个年轻人的热情，我们要对神要充满赞美，我们要试试的感恩我们的神。阿们。这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热情渴慕的心，你们来接棒我们的神，用这个感恩的赞美来回应我们的神。阿们。一起来拍手，一切。